华联机械集团创建于1989年，是经中国工商总局核准成立的无区域企业集团。集团以包装机械为主业，以智能化厚道包装系统的研发制造为核心业务，是面向全球市场的包装机械供应商。作为中国包装行业百强企业，华联连续多年被评为中国包装机械十大知名品牌。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о компании Hualian Machinery Group открыто и успешно работает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 2007 года. За это время марка Hualian стала популярна и легко узнаваема на российском рынке упаковочного оборудования. Она пользуется доверием и для многих является синонимом высокого качества товара и надежности поставщика. We have been the professional dealer for Hualian since 2004 in Nigeria. Welcome to the big Hualian family. Perfect packaging solutions start here. Here. 集团设有省级包装机械高新技术研究开发中心，拥有两个大型生产基地，占地10万平米，现有雇员1000余名。是中国国家及行业标准塑料袋热压式封口机、外抽式真空包装机、半自动捆扎机和贴铁包装机起草单位。每天在华联机械的车间里，熟练的工人们都会按照严格的工艺标准进行生产。不做多元化行业，只做行业多元化。华联集团20余年立足包装机械行业，致力于为全球客户提供集成化、高效化、智能化的包装设备。纸箱自动包装生产线可将带包物品在纸箱后包装过程中的纸箱成型、机械手装箱、自动封箱、批号打印、纸箱捆扎、机器人马舵、石托盘捆扎、托盘缠绕等作业全部实现自动化。重带自动包装生产线适用于各类颗粒料、粉末料等大包装袋的自动包装，可将原料生产过程中的称重、工袋、取袋、装袋、夹口、折边、封袋、批号打印、倒带整形、金属检测、重量复检、剔除、输送、机器人马舵、石托盘捆扎、托盘缠绕等作业全部实现自动化。FBK-332C重带封口缝合自动包装机，该机可按编程自动完成包装袋袋口的除尘、修剪、缝合、剪线变、包纸袋、剪纸袋、热封、压合、计数等工序。
FRB-770 封口机，适用于小包装的封口，采用电子恒温控制和无极调速，可以自动连续封口，还可以配置压痕印字轮及计数装置。FRM-1120LD 封口机，该机机头和输送台均可升降调整，输送机载重15千克，可以与生产线配套使用。 HVC-260T-1A 真空包装机，体积小，耗电省，抽气时间短，适合小件物品的真空包装，采用无线热风设计，操作更安全。 HVC-720S-2B 真空包装机，该机适合较大物件的真空包装，采用智能控制系统，可同时存储5种程序供选择。 HVB-1020F 真空包装机，采用物料连续输入的方式，可不间断包装，生产效率高，输送台面角度可调节，以适应液体物料的真空包装。 SF-5545LD 加 BS-5030X 边锋机，适用于产品的全自动在线收缩包装，纵封可持续性封口，包装产品长度不受限制。 FXJ-5050Q 封箱机，主要适用于纸箱的封箱包装，尤其适用于纸箱规格不一的连续封箱，既可单机作业，也可与流水线配套使用。CXJ-4030C 自动开箱机，按程度自动完成开箱，直角成型，下底折盖，底部粘贴胶带。 DXDK-402 立式包装机，该机适用于颗粒状物料的软带包装，采用 PLC 控制调整制带长度机构和可调式量杯计量机构。DXTG-5002 立式包装机，该机适用于酱类或膏状物料的软带包装，采用 PLC 控制调整制带长度机构。 ZE-9 折纸机，可用于设计范围内各种不同尺寸和厚度纸张的折叠，折叠式样多样，调整简便。 DXTZ-250B 枕型包装机，适合包装固态形状有规则的物料，能适应各种包装材料。 激光打码机，适用于金属及多种非金属材料的标记，刻印无需耗材，成本低廉。 TW-450E 保鲜膜机，可对食品、蔬菜等进行保鲜包装，是超市、快餐店理想的包装设备。 FSC-220 手压封口机，适用于各种塑料薄膜、复合薄膜及铝塑薄膜的封口。